他眼睛好红哦，看起来好猎奇哦。41天，好想换前面的音乐、哦。感谢你们救了我，我的名字是杜宾曼，是一个强除强扶弱、纵横宇宙的宝物猎人。那个宾曼，想请教一下，你认不认识史宾尼艾尔呢？啊，我当然认识他。史宾尼艾尔跟约克都是我的同伴。讲实在，你知道我现在才发现有一点太晚了。他们所有角色的名字都是狗的品名、欸。杜宾曼应该是杜宾犬吧？那约克是那个约克夏吗？然后我记得那个其他人的名字是叫什么啊？颗粒，颗粒就是那个啊，柯基犬。然后雪帕朵还好，所以是。是什么嘞？反正他们感觉好像每一只都是一只狗的品名吧。要直接看原文可能是最接近的，但是我们打算要降落到行星的时候，宇宙船就坠机了，那真是太惨了。落难的这段期间，你们是怎么度过的呢？我们把天亮时采集的发光精华做成果汁，靠它生存下来。哎，那个是发光之蜜吧？可以喝吗？好喝吗？我比较想知道好喝吗？还挺好喝的哦。好哦，骨牌星人可是出了名的挑食，因为他们的味觉和我们不太一样。丁格，你之前不是也误喝了吗？丁格是狗狗吗？丁格，丁狗，丁狗，不知道哎、欸。那实在难喝的要命啊！可是雪帕朵，雪帕朵到底是不是狗狗啊？可是你怕明明有同伴，而且也不缺粮，怎么会落单呢？某天，那些果汁被不明人士偷走，我们三个人立刻就追上了。等我察觉约克已经不见了，史宾尼艾尔则是被一头巨犬给带走了，所以你们就走散了。嗯，我们为了寻找他们不断的走，最后因为饥饿昏过去，后来就被你们救起来。我就说这些人待了这么久，怎么还不会被饿死？我也亲眼目睹你们其中一个同伴被掳走了，要被做成粮食了。你还记得在哪里吗？与另外一个同伴失散的吗？我不记得了，不过距离我倒下的地方应该不远才对。原来如此，我明白了，我们一定会把他救出来，你放心吧。全体听令，对巨人炉灶的进行重点式搜索。不是全面搜索吗？哎嘎呗。营救史宾尼艾尔的同伴。根据史宾尼艾尔同伴杜宾曼所说的话，他可能就在巨人炉灶的附近，尽快前往营救，这也是为了治好欧庆。巴拉巴巴拉 ，OK， 我们要来，哇，我们有干净六嘞，而且我们已经会吞的情况下，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都给花一花。我一直以为我们要花这个干净去学吞，没想到是已经在身上了。那么就游泳，游。啊，这个啦，请求我忘记了，我应该要先学请求了，我很需要那第三个。我看一下他第三个是什么，第三个是收集皮克敏，哇，剩一耶。省着点好了，我觉得回复跟请求和游泳 比起拔跟挖更重要。好，应该明天下一次就可以学了，因为我们这一次一定会救到人吧。哈哈哈哈，这个人复活不了，因为我们的那个晚上的那个探索不够，可是我还不想挑战，现在晚上超恐怖的啦。他头上有像是被猫抓到头的痕迹。我叫杜宾曼，除强扶弱是我的座右铭啊，我已经跟你自我介绍过，失礼失礼。哎，他没有任何任务吗？当我知道欧利玛那本航行日志的时候，什么都没带就立刻飞奔过来了，结果宇宙船就在着陆前失去了控制。你们的宇宙船真的该好好维修一下，我只能急急忙忙逃走。我们来买这个宝物感应器加好了，我觉得这一个大概是那个我们欧利玛的那个前传任务以后最需要的，不然我根本不知道这个地图里有多少。虽然现在暂时还用不到，但是反正迟早都要买，我们先买吧。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到有多少，总共有55个宝物，我们已经找到15个，可是它应该也包含在地层底下的。嗯，他又要干嘛？我想想看，我们本来是在这个据点，然后我们现在飞到这个据点，然后我想要开通另外一个据点。
欸，我记得还有一个据点啊，在哪里？哦，我以为我已经看到三个据点，原来只有两个据点吗？好吧，那我们先，我们要先怎么办呢？欸，这里可以拉欸。嗯，我怎么指不到？啊，是那个按钮，怎么可能没有怪物？嗯，哦，是叶子人了，那就不理你了。啊，你们先去忙，我去另外一边看看哈。啊，有一个办法是我们把冰皮克敏带过来烧。那个把土变成水变成土地，这个按钮不知道按下去该干嘛，总是先按了再说。建筑了泥土墙，哎，水是不是退了？好像退了耶，我退了，关闭了洒水器。哎，啊，是不是另外一边的洒水器的关系？我这边可以弄个火的。所以这边的洒水器关掉了，我们另外一边的火就可以延过来了。哇，这里有一个，我想先解决它。啊，那个洞大洞看起来就是有那只大虾子在里头。虽然也不是打不过啦，但是好讨厌哦。这下去了以后就上不来了。哇，讨厌，这个讨厌。刚丢了蛮多只的，这个视野有点讨厌，有三只闲置的。我们现在处理掉这只大的，看是谁，应该是哇，这个跟我想的虾不太一样哎，是那只要打眼睛的。哎，这里是哪里呀？我们倒是可以先接一个火过来了。哦，好喜欢这里的音乐哦，但是会不小心玩得太忘我。拿来丢它。哇！哇、哦，来得及，来得及，来得及。我觉得那两个火的得先起来，不然我很容易脱队。啊，我知道我现在可以干嘛了。我们真的太多那个东西了，但是我忘记我把它放在哪里了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哦。设定快捷键 ，OK， 我们现在上是这个没有错。好，极大喷雾。有掉一只眼睛了，我对这个家伙有一点阴霾，因为他上一代把我用死了超多只皮克米。Oh no， 丢了！你要出来了吗？你还有一只眼哦，会长回眼睛的家伙。他眼睛好红哦，看起来好猎奇哦。好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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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该用点眼药水了。耶、yeah, 搞定了，不愧是激辣喷雾。啊，然后等一下我看一下这边两边谁比较近啊。差不多了，那就大家一起搬吧。
啊，我要带一点那个岩石皮克敏去打那个门。超级大队，我不想等你们了，我要先走了。哇，好快！偷瞄一眼。哦，那有据点哎，可是他要香火岩过来，这里有一个可以用。哇，已经一半的时间了，这时间真的过得太开心了。我们有倒是找到了非常多的当多率跟地层可以去闯，虽然我在现在上面逛得很爽。哇，那里的怪物现在刚好躺在那里耶，不然先不理他。我怕烧完后有东西。哦，竟然可以了，这么好。这丢得到吗？不行。好不周到。对，这是令人头痛的家伙啊！我觉得旁边的怪物看起来也让人蛮头痛的。啊、来得及吗？哦，那我不行。可恶，差一点。哦，那有亮晶晶的东西耶。OK， 太棒了。欧气，你先从背后来，我怕怕。哦，欧气好强哦，那我们去打那只。哇，我们超强啊！这是欧气打鼠的。其实我们应该要丢冰的来繁殖，但是我懒。这是什么啊？哦，又一堆那个。还有吗？应该是没了吧。这我跳不上去，实在有够麻烦的。上面一堆蜜都喝不到，虽然我这边都开花了。啊，要炸弹欸。包包。歪，应该要不止一颗吧？哦，竟然是那个什么三叶虫吗？哦，有够浪费的。怕有怪物，先骑上去过偷看一下。那个很明显是个怪物吧？看不能挖个炸弹，好恐怖哦！那是什么啊？不敢过去。我竟然可以这样飞过去哦，好酷哦！我也要。哇，这里好多东西可以逛哦，可是我们差不多该下地层了。怎么有一只闲置？好吧，既然都已经在路易的附近，我们就去打路易这个吧。他这个应该是挡夺驴。营救骨牌信人，我刚刚讲信人吗？前往看看路易怎么说。热杀的决斗，五星哎、欸，哇呜！不只是火种，也可以用原生生物来燃烧稻草。我试过，我第一次就这样试。
哇，五星哎，我打得过吗？路易好强哦，他根本不是配角吧？哎，难道是路易？请等一下，他是我的食物。啊，什么意思？哦，没有赶上。不，你仔细看。哎，没有变成叶子人，这怎么一回事？不知道，但他似乎不愿意配合我们。路易，我是欧丽玛，你有听到我的声音吗？板板板，抓屁屁。路易。他讲了一句嗯欸，完全听不到呢。没有办法，只能强行救出落难者，不是强行把路易搬打昏搬回来吗？接下来不晓得他会做出什么事，一定要全神贯注啊。啊？什么意思？好酷哦。他要干嘛叹气啊？哦，这里有一个 case 那个，哎，哇，哦，这里有那个，这里有那个，这里也有那个，这里有这些。哇，有这个。哇，我不想打这些。我按到什么了？哦，我按到。哦，他们有那个，他们有人过来了。他偷帮我的，那是我弄死的。他竟然偷帮欸，好坏哦！好多皮克敏。完了完了，我没有去妨碍他们啊！他们也要搬走我那个了，吞下。OK， 被我们吞走了。哇塞，他这个吞好方便哦！我吃啊，有那个哦，我需要这酷东西。我要去偷他们的。哎，他们在哪里？我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我们等他那个，然后叫欧气把他吞掉。超坏。哦，这里好像不错哦。吃我这一招。即将出现逆转炸弹，欧庆快来！哇，哦，好多那个！哇，这个流星好酷哦！哦，我们逆转炸弹，我们的欧庆果然很强！哔哔哔哔！怎么有一种太轻松的感觉？压倒性的玩弄敌人中啊，欧气被打了，欧气不可以打我家欧气。冲哦，把我们东西偷走。啊，顶级品，啊，看到了，快点，欧庆来，我们去吞这个。有有啊，顶级品吞走，顶级品吞走。OK OK， 我们搬到了很多那个好东西。
成功回收顶级品，哇，死掉好多、哦。我们会不会分数太压倒性啊？哎，他帮我把它烧掉了，人真好哎。欧气的这个吞太方便了吧？啊，他们要吃拿那个、哦，不要啦，我来拿就好了。搬过来，抢走。目的只是单纯不为了让他们不要得分而已。哎呦，我一直按到。干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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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扰。好像来不及搬了、欸。没关系，我们压倒性的在玩弄他们。五星是什么东西啊？我没有感觉到难度哎、欸。嗯，莫斯真的换新快很快哎，完全服从路易了。啊，路易，为什么要逃跑啊？跟你一样啊，当时。先别管他了，要是。现在要先以落难者为优先，赶快去营救骨牌新人吧。所以他被怎么了吗？啊，我是不是没时间搬他了？叫雾清吞掉可以吗？话说回来，为什么没变成叶子人呢？的确很让人在意，不过现在以救人为优先，把人搬到米格鲁号吧，搬不回去啦，很远欸。欸，他竟然有给我时间欸，人真好。这个人体验了被雾清吞掉了，无法再搬运了。哦，他要那个欸。他一定要水的皮克饼哎，好奸诈哦！好哦，不过蛮意外，他竟然有给我一点时间。哦，上面有那个，我们要怎么上去？好久没用水的皮克饼了，我应该可以趁机来烧这个。哎，丢了过去吗？吸收回去，开始确认 ID。约克骨牌星，祖父是骨牌星引以为傲的科学家德雷克，擅长改造通讯机器以及操纵机械，赞同杜宾曼的想法，跟他一起行动。他应该跟罗素可以聊得很开心吧。约克，你没事吧？快回答我啊。他好像昏过去了，现在先让好好静养，有什么话等他醒来再说吧。治疗约克，营救了约克，治疗欧庆。OK， 所以找到主要的两个人欸，这丢了过去啊，啊不行，他很不理我，哦可以欸，为什么他现在他卡住欸，哦白痴哦，我知道为什么了，啊，我以为我跳不过来，可恶要再来一次，应该来得及吧，欸不对，我跳过来，但是他好像。要这样是不是接力？哦，可以了。这来得及搬吗？目标达成，我们的目标还没达成。OK， 搞定，趁机偷回收的东西，今天的进度应该还不算差吧？哦，我们楼上好多东西哦，这边应该是要搭桥过来就是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先结束这边吧，结束今天的探索。约克，你没事真是太好了。哎，竟然不是以那个太空船为背景，冰曼，你也获救了。是啊，不好意思，你刚起来就问你，你知道史宾尼埃尔的行踪吗？不好意思，我跑得很慢，很快就跟他走散了。看来最后一个见到他的人就是冰曼了。冰曼，你好好回想一下，他被带往哪里了呢？嗯，那应该是……对了，那只巨犬从我倒下来的位置附近，朝着更
往森林深处的方向走去了。了了了了，今天好大舌头，磕磕磕，那一带、啊、似乎在雷达范围之外啊。但是雪帕朵号的雷达输出已经强化到差不多极限了，要再更强有点困难了。不是有一个机械专家来了吗？这样的话，请让我帮忙吧，机械方面我很擅长的。果然是机械专家，把这个像这样，好，完成了。哦，赶快来注入能量吧。所以有新的地图。我怎么看不出差异？哦，好像有差异了吗？差异在哪？布灵布灵布灵，雷达更加强化了。我看来要下一张哦，应该会发在新发现的区域，所以有新区域哦。解除限制，试着启动雷达。喵喵喵！点点点。好惊人啊，未探索的区域竟然还有这么多的求救讯号。你们不是有求救讯号名单吗？骨牌星的科技实力与我们相比可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，真是不可小觑啊。史宾尼艾尔应该就是其中之一，一定要把他救出来。就我们玩了主线的部分，然后导致这张地图的那个进度超少、欸。哦，只有收集两个，应该还有一个吧？那一个达摩，不倒机器28%。然后我们这他的地图已经表示，哎，不好意思，这边主线结束了，请你去下一张地图。笑死！哦，这里才是在总结的部分。那么从明天开始去探索新发现区域啊。可是我想先逛完这张地图，再去下一个地图。今天对话只有这样子吗？太混了吧！好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先到这样啦。那下一集我应该还不会先去新地图，我想要先把这张地图探完再去新地图，免得因为我觉得这张地图现在目前探的顺序还蛮顺的，我想要把它探完以后再去新地图，这样子比较顺一点啦，就是会比较觉得记得上次自己玩到哪这样子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先到这里结束啦，谢谢大家收看，大家拜拜。